今次一众艺员以咁特别嘅形式聚首，当然非常难得啦。对敏芝嚟讲，可以喺一个环境咁好嘅地方摆档，都好值得高兴啊！因为未试过喺一个咁靓嘅点，就系五支旗杆下边。你谂下，五支旗杆下边呢一个码头呢一个位啦，即系其实我諗有錢都未必租到啊，所以係 TVB 好犀利，可以同佢哋嘅商場呢、這個商場合作啦，可以啊俾咗呢個商場都好好啦，俾咗個咁靚嘅位置，我哋每個artist 咧可以俾佢哋自己嘅品牌喺度賣。